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438页，我们从第二行看起。前面跟我们说的，地狱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根本地狱，乃八大地狱，即八寒地狱。我们看这些八大地狱，对八寒而言，一名八热地狱啊。通常我们讲八寒八热啊，这是根本地狱。占卜州地下，占卜州是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知道地球的核心是火啊，温度非常高啊，不亚于太阳的表面。那么占卜州地下500游行，这是举例。从地面往下去，经历500游行，游行是印度，计算长度的单位啊，大游行60里，中游行50里，小游行40里。啊，那么他们计算居里，没有说中小，肯定就是大游行。那么地狱名字叫等火啊，这个八个地狱就是八热啊，从事依次而下至第八，第八叫无间。此八狱乃层层树立，树立这啊，也就是上下越往地的核心越苦啊，这是我们能体会得到的。因为地心是一团火，温度达到极处了，往上面一层，它的温度就减少一些啊，一直到地球表面。我们在我们人道来看呢，
这正常化了，人类可以居住，那么这个八语啊，这是层层梳理居啊，这是依据居士论监考参考大论大智度论啊，这里面都有说，说从事啊，这个词八语为等乎彼中罪人，欲种种浊次魔道，这都是刑具。苦集生死啊，受这种惩罚啊，刀砍石磨啊，这是古时候的些兵器，他都要受啊，苦集生死了，冷风一吹呀，他又活了。说皮肉还生，等于前活，所以叫等活，是这个意思。风一吹，它又活了，活了再受，永远没有停止。啊，他地狱罪满了，出地狱了，这种现象。才知足，没有离开地狱，永远受罪。啊，所以说一日一夜了，万死万生，是要死一万次，又要活一万次，再死一万次。那么地狱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地狱？大乘经里头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地狱是万法里面的一法，哪里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啊，自性里面万德万能，有染有净，啊，我们的念头、言行，有染有净，有善有恶，染业里面加上恶意，染是不善的，恶就是不善当中的不善。感召的地狱，真的，啊，我曾经举过章太炎活在世间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期间不长，只有一个月。代理判官的地位很高，相当于现在所讲的秘书长。啊，那么他很慈悲，他是佛教徒，跟东岳大帝建议，他地狱停水要炮烙。这个刑罚太残酷了，炮烙是什么？铜柱用火把它燃烧，烧红了，让人去醉去爆啊，爆这个铜柱，这都是淫欲的罪业。他这个太残忍了，不人道，
能不能废除？东岳大帝派了两个小鬼带他，你亲自到炮烙刑场里面去看，你去看看，回来再说。啊，小鬼把他带到了，告诉他了，这个炮烙的刑具就在你面前，他看不见。忽然想到经典里面所说的，地狱只有两种人能看到，一个是菩萨，一个是有罪的人，完全是他的罪业变现出来的。与阎罗王不相干，与东岳大帝也不相干。啊，所以东岳大帝对这个事情也无能为力，自己不善的念头是变的了。啊，正是大乘经上佛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于是我们自己要清楚，清楚之后不会怨天尤人，怨天尤人有罪呀，那造孽呀。啊，不管别人是一定要赖在人头上，这个不可以的。啊，所以地狱不是神制造的，不与阎罗王不相干，与鬼王也不相干，与佛菩萨通通不相干，与神仙也不相干。啊，完全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啊，所以章太炎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只是感叹了，不再说了。那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于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要注意。啊，佛说得很清楚，三恶道的业因，恶鬼道贪心。啊，贪婪堕鬼道，嗔恚堕地狱，愚痴堕畜生，是自己造的业呀。所以这个三种都是恶道，三恶道。啊，佛教给我们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日常生活当中决定不许苦，有贪心，有嗔恚，有疑惑，疑惑是畜生道，怀疑，那我们习气很深，真是无量劫来养成的习气，这一生的人生，可是三恶道的业因常常犯的，不知不觉，动无明啊，一般用无明的代表，无明是什么？就是贪嗔痴啊，傲慢、怀疑。我们在一起学习，我常常提醒大家，贪的核心是什么？我们从根下手，情执，贪离不开情执，这个东西要淡了，越淡越好。断很难，因为你能够断掉贪嗔痴，你就证阿罗汉了，这不容易，一定要淡化。我们念佛人对这些事情一年比一年淡，功夫就进步了。
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完全是念佛功夫的前身，这有这个有关系。淡，功夫就深；浓，功夫就浅。影响你往生的品位。在哪里修呢？最好的道场就是人死环境，我们跟人相处要学菩萨，修六波罗蜜。布施，布施是放下，持戒，根本戒，三规五戒十善，这是根本。戒律再多，不离开根本。大乘八万为一，通通都是从十善开出来的。十善是总纲领，所以大乘把它开成八万四千，小乘把它开展为三千，叫三千为一。合起来十善业，我们抓住纲领，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要学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念舌，不恶口，不欺，不贪，不嗔，不痴，海贤老和尚做得很彻底，持戒精严呐。他没有念过书啊，他没有学过戒。只是在受戒的时候，戒坛上，师父给他讲的沙弥略仪，三规五戒，八关斋戒，教的这些东西，他一生能够奉行，不违背。没有上过戒律的课啊。这个要懂，他六波罗蜜做得很好，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禅定般若。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了，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恭敬心没有失掉啊！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他永远能保持，这是修行的功夫。这就是往生的品位，他修得太圆满了，所以他往生是上辈上上品往生，
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发生大事啊。啊，就是大乘教里面一般称之为成佛了，真成佛了，分真即佛，而且分真里面是高，位次高的。啊，一般大乘讲八地以上，他是这个位次往生啊。不是普通位次，啊，一生就一句佛号，一切念头全归佛号，啊，起心动念佛号，言语造作佛也是佛号，从来没有丢失过。人家一生成佛，就凭这个。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心还有贪欲，还有不平，还有怨恨，啊，这些东西念佛功夫不得力，就是没有把它念除掉放下，就是不得力，它障碍我们往生。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送往生就作念啊，不能碰到往生人的他睡的那个床，不可以碰到啊，你总要给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别碰他。为什么？碰他，他感到很痛苦。啊，人在感到很痛苦的时候，往往信念就失掉了。啊，怨恨心生起来了。信念失掉了，不能往生。怨恨生起来了，就堕地狱了。那这个送往生的不是把他送到极乐世界，把他送到地狱去了，关系可大了啊！你把他送到地狱，他对你怨恨的，他要报复啊，这就变成冤冤相报，没有完没了啊。佛的话一定要听，一定要记在心上，决定不能违背。我们这一生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啊，祖师的话，古圣前贤的话，不是假话。啊，朱金洲老居士不会骗我们。啊，老人。有学问，有阅历，他看得多，听得多。那讲给我们听，就是给我们上课。我们学了之后，在生活当中要提高警惕，绝不犯错。等候
这是根本地狱里头最轻的啊，他受的苦你看看，灼刺，这是刀砍啊，木比刀砍难受啊。现在看的机会少了，完全机械化了。啊，抗战时候，中国社会非常落后。啊，过的总是两百年前的那种生活。有磨，家家都有石磨。啊，最平常的磨豆浆，啊，磨辣椒酱，都全是自己干。啊，乡下人吃什么，通通是自给自足。啊，斩这是用刀，啊，这个磨。这都说的是心法那么第二黑神地狱先以黑神覆罪人之体然后斩居啊，像从前的末将现在末将不用黑神了以前他要举一个木头板先要用绳木啊，他有个木斗里面一根绳子这个小时候我们见过啊，那一边有个锥子把这个线拉直弹一条线照这个来举不会举错啊，那么这个黑绳呢黑绳就是黑木神量人的身体然后再依照这个量的这个黑神呢来聚啊来斩来聚比前面更苦一点啊、第三种呢众惑地狱众惑是很多的刑具啊，众多苦具就是刑具同时必生啊，祸当相害不是一个很多这个都是地狱相情啊，所以人不可以跟人结怨，结怨报仇人多了，众惑地狱现前。那我们出家之后，比我早一届的广化法师。啊，他大概是早两三年受戒，早晚两三年。出家之后不错，他办了个佛学院，在台中大坑。我在那个佛学院教过三年书。那所以跟光化师很熟啊，光化师告诉我他是军人啊，军需管财务的，管财务有钱呢、啊、用钱方便呢、啊、
在那一段时间当中，他每一天吃一只鸡，大概吃了几百只，一天一只。出家之后，有一天洗澡，看到洗这个浴室里头很多鸡飞来飞去，他就到处躲，结果滑了一跤，腿跌断了，一生要用支架。他告诉我，他说这个是众业轻报啊，没有要他命啊，他出家了，天天持戒持得不错，天天修忏悔，还是免不了冤亲债主不饶他了，让他残废。晚年的时候，就是临终之前，好像是前一年还是半年，很近来见过一次，我一次坐轮椎，很可怜，流鼻涕流口水，我看到很难过。出家业力为什么转过来？心量不够啊。造的重业要发大愿心，真正发大菩提心，不能为自己，为正法，为苦难众生，就能够化解。所以消业，业是可以消得掉的，不是消不掉的。他对于经教很通达，持戒很严格，戒律方面的典籍下过功夫，他讲戒律。在台湾那个时候，讲戒律的人太少了，他是我认识早一个，现在讲戒律的过去。都非常难得。业因果报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稍稍留意都看到了。所以众祸地狱，众多苦聚，非常可怕。一起来，第四个号角地狱，比喻众苦。这是从受苦叫唤发出，冤叫人在受疾苦的时候会叫号叫大叫唤地狱，比前面受的苦严重大声痛苦第六呢，
炎热地狱，火随升起。啊，无论他看到哪里，都看到火光，到处躲避，没有地方好躲。啊，所以炎直，啊，直是烧得很猛烈，周围苦热难堪。啊，这叫八热地狱。第七，大热地狱，热中之极，大热。那么现在是这个大热地狱，我们也听到信息，啊，爱因斯坦附体透的信息，啊，他发明了原子弹。就是这个罪堕到无间地狱，这个地狱名称叫海豹地狱。海豹那是大热，热中之气啊，海豹在它这个范围之内，所有细菌都灭亡，那人的身体怎么可能存在？啊，人身体的细胞都变成灰尘，灰尘。啊，那么死人死了，风一吹，它又活过来了，在第二次爆炸，第三次爆炸。那个核武核子弹一个接着一个爆炸，没有停止的啊，所以他附体告诉世人，决定不能发动核武战争，发动核武战争的人，执行轰炸的人，将来在地狱要受跟他的罪相同。啊，这大热地狱。啊，大热地狱还无间，没有间隔，受苦无间。啊，所以警告世人。啊，他说他前世是中国人啊，这一世到西方投身啊，做了西方人，人很聪明，变成科学家啊，没有想到发明核武，替自己造成无间地狱啊！地藏菩萨带来透个信息，马上再回去，受苦无间的 啊，让他自己附体现身说法，我们听了，这有所警惕。啊，看这些地狱状况，我们要相信它真有，它不是假的。啊，我这里一本书，注经佛说地狱纪要，这个里头有25种
经论都讲的地狱，比玉历宝钞讲的更清楚。啊，我很希望将来有画家能够依照这部书画一幅地狱变相图。啊，过去江一智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是根据道教玉历宝钞画出来的，以那个为主。佛经里头有因为道教的地狱这个因果教育在中国社会产生很好的影响，所以佛门对这个就疏忽了，有道教在教就行了。道教地狱说的详细，佛说的更详细。道教地狱里面有一些有果，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佛经上的因果说得很清楚。值得做这个功夫。特别是在先前这个时代，非常值得去宣扬这部经典。那么这也是个汇集分。20多种不同经论在里面记录出来的。我们看底下一段，以上八大地狱之外，更有八寒地狱，跟这个相反的，八寒。热受不了，冷也受不了，依次很烈，前面八热是数烈，这是很烈。第一个额不脱，是梵文音译过来的。中国意思是泡，水泡，严寒逼身，体上生泡，我们中国人叫冻疮。冻疮到严重的时候，皮肉都会裂开。人很痛苦，体上生泡啊。第二个，泥拉不脱，极寒逼身，体分泡裂，这是身上这些冰泡裂开了，痛苦难忍了。第三个火辘辘，这是从冷口中所发出的声音。我们真讲冻坏了。阿婆婆跟前面意思相同，更严重。一个比一个严重。第五个活活婆，都是从他口里面在冷冻时候发出的声音，
啊，第六个瓦波罗，瓦波罗是青莲花，严寒逼迫，身份直烈如青莲花，啊，这个皮肤冻裂开了。啊，像莲花一般一般的，苦恼基础啊！啊，我们再看底下。第七个波特姆红莲花啊，身体冻得裂开，像红莲花一样啊，前面是青色的，在严重的时候就变成红色的啊，最后第八个摩诃波特罗，大红莲花。啊，这个人身体裂开的像大红莲花一样，不成人形了。啊，上面所说的根本的有这个十六种啊，八寒八热。那么下面呢，要给我们介绍第二种，禁边地狱；第三种啊，孤独地狱。啊，这个果报比前面轻。啊，这第二类叫十六。有增地狱是八大地狱中每一个地狱啊，这个大地狱皆有四门啊，这个地狱好像是一个城一样，像一个监牢，大的监牢狱啊，它有四门，每一门外呢都有四个附属他的地狱啊，叫附增四狱啊，有四个。第一个唐威增，这是什么？啊，现在人很少见，我们小时候做小孩的时候在地上啊去挖芋头，挖番薯啊，挖回来怎么吃呢？冬天烤火，就放在火炉灰，把那个热的灰呀，把它盖起来，啊，大概两三个小时，哎，就熟透了。啊，这个是，那人也是这样的，罪人是用热的灰把它捂起来，这个很苦啊。我们在意大利看到啊，在罗马城看到啊，庞贝城啊，那是被火山灰盖住了，火山距离它那不远，好像5公里的路，我们去参观过啊，这个城整个被火山灰
卖掉了。当时城里头4000多人，没有一个生还的。那个情形呢，就此地讲的唐威，被火山灰盖住了。多少年之后，这个后人把火山灰把它挖了，挖走，这个城出现了，里面许多人当时死的那种样子，现在作为标本，到那边的时候，游客都能看到。火山可怕，这就是复真寺院里头第一个。第二个十分真。分已经很难闻了，还十分。你就想更难受了。第三种呢，锋刃。最锋利的刀，刀山剑树第四个烈火，是火水，但是这个水烧热了，烧开了，人要到这个里面去一到这个热火，人都煮熟了。一门有这四语，四门合起来16处，这叫做16有增地狱。八大地狱合计呢，就128处。这也叫禁边地狱。他附带的、附属的，第三类的是孤独地狱。这个收报是最轻的。在山间，或是旷野，或是树下，或是空中，其类无数啊。受苦无量地狱苦果，其最重处，一日之中84000生死境界无量。这一句太可怕了一天万死万生，不是一万，84000生死。死了，风一吹就活了，恢复原状，叫等活嘛。活了时候再经历这些地狱，这又死了，死了又活，活了又死，生死不休，没有休止要经多长的时间呢？要经界。这个界没有说大界、小界、中界，通常用一个界都是大界。这个大界的时间可长。傅弘纪云：“作上品忤逆十恶者，感之。”刮胡里头念老注解的，指最极忤逆者，你是叛逆从前
不孝父母，背师叛道，这属于你啊，食恶业者，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其余恶口，意贪嗔痴，充满了这食恶啊，食恶具足的都是地狱。啊，这一句是说的是因。啊，卧倒里面最苦的。再看第二段，卧轨。大乘一章第八卷曰：亦从他求故，名卧轨。啊，鬼求别人，不食他的饮食，啊，所以叫恶鬼。又常积蓄，啊，常是经常，他得不到饮食，啊，故名为恶。他在饥饿的状态多，能够得到饮食的很少很少，没有缘得到饮食啊，这是业报啊。为什么没有缘？他得到饮食，放到口里面就被火烧焦了。啊，口中吐出来的火。恐怯多畏，故名为鬼。啊，恐是恐怖，怯是胆小。啊，所以实实在在讲，谚语说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人怕鬼，鬼也怕人。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鬼怕人比人怕鬼严重多了啊！这很多人不知道啊！啊，晚上怕鬼，自己吓自己。啊，你要是撞上胆，鬼怕你。啊，鬼碰到人，他要回避。菩萨论云：鬼者畏也，有虚怯多畏。啊，又畏也，能令他畏其畏，啊，这叫人怕鬼。又习求名鬼，为彼恶鬼横从他人，习求饮食以获性命。啊，他求人不食。啊，没有人不食的时候，他得不到饮食。啊，底下说，啊，这个又云，又说饥渴憎苦，名为鬼。啊，憎是憎甚呢？啊，我们想过分呢，有比饥且感饥渴也。啊，这个奇迹是什么？贪啊，贪心都恶鬼啊！啊，在世间积财
的最普遍的啊，即粮食啊，日常生活必需品，别人缺乏，他有多余啊，这就增长贪心啊，贪心生活规矩性。近百千岁不得闻水面，岂能得见啊，他看不到水，看不到食物啊，匡扶得俗，所以常常在饥饿的状态之下，那么有时候被驱一股名贵啊，这是诸天有神通啊，把这些鬼当作奴仆来看待，为他服务啊，所以驱衣持足，就是为他服务。此道啊，一边住去啊，归在哪里？无道统统有，是有福德者呢，做山林中庙神啊，山神、土地神，这是有福德的。啊，没有福德的就是魔鬼，有福德的有人祭祀他啊，山神庙、土地庙、初一十五有人去祭祀拜拜啊，鬼道里面一天是人间一个月，鬼的寿命长啊！啊，我们人间寿命短了，啊，地狱的寿命就更长。地狱一天，人间千万年呢。啊，所以这些地方啊，去很容易，出来很难。你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这个地方决定去不得。佛慈悲，讲清楚、讲明白，你要不相信，依然造这个业，就错了。啊，不能有贪心呐。贪心变我鬼啊，啊，没有福德的呢，居不进出，不得饮食，常受鞭打，田禾色海，受苦无量啊。啊，居住地方都是很肮脏的地方，他没有福报啊，得不到饮食，没有得不到水，得不到食物啊，还要常常受鞭打啊，有一些鬼王有福德的奴役这些没福报的啊，像人间富贵人家
啊，他们的奴仆很多，奴仆没有福德，鬼道行刑跟这个差不多。啊，还有田禾色海，啊，这都是鬼神所做的事情，啊，把这些鬼道众生用他们来填火来杀害，府红记里面说下品污逆食物者感知，堕恶鬼道啊！啊，下品、上品是最重的，造的恶业最重；下品是造恶业轻的。你看，执恶业中之最轻的，堕恶鬼道。啊，畜生道心仪的叫旁生，啊，佛经上说旁生就是畜生道。心婆沙论，啊，心毗婆沙论云：其行旁，故行一旁。它的形状不正、不端正，所以它所行的也不端正。以行旁故，形状一旁，故名旁生。这旁的意思呢，横也，不正。会说人。此道啊，便在住处，披毛戴裘，鳞甲羽毛，四足多足，有足无足，水陆空行，互相吞啖，受苦无量。啊，这些呢，佛经里说，做中品无逆食物者感知，叫堕畜生道。啊，那么在《大乘经》里，佛常常说，三恶道的业因是贪嗔痴。啊，贪欲。堕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堕畜生。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用恶逆食物，全是造恶逆食物，造的最严重的地狱去了。啊，造的众人嗔恨心深重啊。不孝父母，不敬长辈，没有伦常道德了，果报都在三途。那这个地方把地狱魔鬼畜生介绍了，那我们不可以造恶逆罪。恶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阿罗汉代表老死。啊，触佛身血，
破获获生。那我在早年住在台北的时候，有一位佛门老居士赵默林，赵老居士的年龄跟李老师年龄差不多，他们都是皈依印光大师的，专修净土的。有一天，老居士请我吃饭，我还记得，在台北火车站旁边功德林。我到功德林去应供啊，一看客人就我一个，主人就他，就是我们两个人。叫了两个菜。赵老问我，我说：“景文法师，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吃饭？”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我说：“不敢当，老前辈呀。”我说：“什么问题？”他说：“现在造无逆罪的人呢，杀父杀母不多，杀阿罗汉，阿罗汉是老师代表了，也不多。出乎身学，佛不在世，不可能。问题是破获获生，批评出家人，毁谤出家人，这个造地狱罪啊，这怎么办？”我听了之后了，我说：“怎么吃饭？欢欢喜喜啊，吃这些饭。”我反过来问他，我说：“你老人家年岁比我大，入佛门比我早，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活活生？”我这一问，他醒过来，哈哈大笑了：“没有活活生呐！现在出家人是一个小庙，两个出家人都打架了，都吵嘴啊，没有活活啊！所以，你回谤他，你批评他，没那么重的罪。如果真的活活生，经上讲，四个人在一起修六合敬，那要毁谤他罪就重了。现在找不到我。”是真的，不是假的。我说：“你想想看，你一生有没有遇到过一个活活生的？”他想了半天，真的没有。不要别人回谤，自己都打架。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真正是活活生的，四个人以上这小团体不能回谤，它代表正法。正法，释迦牟尼佛是在正法。正法的标准是什么？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有正果的。四个具足，这正法。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没有正果，这叫相法。有讲经，有听经，没有修行，叫末法。
那么讲经听经都没有了，就灭法了，法就没有了啊。这话是经上说的啊，佛的正法、相法、末法、灭法，现在的法快要灭了，灭法的边缘了啊！所以我们劝人讲经，劝人讲经也不肯呐，劝自己，我们自己出来啊！讲经的人越多啊，听众不管多少，把佛的末法留住，不要让法灭掉。那所以劝人不如劝自己啊，这个功德就很大了啊，让释迦牟尼的末法能够多住几年啊。那么净土宗，我说过几次，净土宗没有末法啊。为什么它容易简单？净土宗里头有讲经、有听经、有念佛的人有往生的人，往生就是正果。那么换一句话说，净土宗是永远是正法啊，四种都有啊，讲经、听经、念佛、往生。这个法门不可思议，这个法门肯定维持到释迦牟尼佛法运的末期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一万二千年啊。标准，这个标准非常的好，信结行证具足，正法啊。信结行证里头没有证，是相法；没有行，是末法；没有信，现在快到没有信了。学佛的人对佛不相信，有怀疑啊！啊，修净土的人对极乐世界有怀疑，对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有怀疑，那怎么办？这就灭法了。啊，所以海贤老和尚在这个时代给我们表法，为我们作证，证明什么？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从哪里看出来？我们相信他不会骗人，他没有明文理呀，他说的话是真话。他说他曾经多次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这个求阿弥陀佛是跟阿弥陀佛见面了，要求佛陀带他到极乐世界啊，佛不带他去，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不错，希望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表法给大家看啊，表法就做好榜样给学佛的人看，
学佛要像你这样才叫学佛，修净土求往生要像你这样子才能真正得往生。不要这个法了，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20岁出家就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112岁，佛接引他往生。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思苦，自在往生，给我们做榜样。我们要知道，啊，前面这一愿，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往生到极乐世界，永远摆脱三恶道。如果不能往生的话，我们可以说，不管你念不念佛，你学不学佛，来生呢，决定是大多数果报都在三途，就是魔鬼地狱出生，无法避免的。我们从哪里看？从习气看。习气不知不觉，你的贪嗔痴慢疑出来了。啊，贪嗔痴慢疑，佛说地狱无条根呐、啊。你有一条，他就把你拉到地狱去了。五条都有，哪得了？就这样，我们自己要清楚，有没有真有？怎么办？念佛求往生。啊，极乐世界很容易去，只要你真正肯相信，真正发愿求生，你就决定得生。这个话，偶耶大师说的，决定不是瞎话。偶耶大师是净宗第9代的祖师，绝对不会骗我们，我们要相信，啊，决定不能怀疑。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啊，根二，永离我取，啊，不堕我取，啊，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永远不会堕三恶道了，给你保证。那这段经文我们念一遍，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堕我趣。后面是总结，得誓愿呢，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阿弥陀佛在他老师面前，就是世间自在王如来，
面前发的这个誓愿呢，我的愿要兑现了，成就了，我才成佛。如果我这个愿不能成就，我决定不成佛，不取无上正觉，就是不成佛。那么他现在成佛了。换一句话说，四十八愿愿愿在极乐世界都兑现了，法藏成佛了，阿弥陀佛。我们看注解，耶摩罗揭者，指耶摩罗王的世界。耶摩罗在佛经里头有很多不同的翻译，下面说又作耶摩，底下一个还是耶摩，阎罗、耶摩罗，啊，这么多名词，都是说一个一桩事情。啊，以为父，把它翻译，啊，说神所捆绑罪人的意思。那阎罗罗王呢？意思意义为平等王，也就是说，他断案子公平，没有冤枉人的。那是此王登陆，治理世间生死罪福之业，主守地狱，罢寒罢热，及其眷属住小狱等，决断善恶，一时归处，于无趣中追逆罪人，垂考治罚，更无休息。这是佛门里面经典一般的解释。啊，我们中国通常人称为阎王。地藏经上有阎王殿，啊，城隍庙阎王殿里面供奉的就是阎罗王，阎罗王十个，十殿阎王。啊，每个阎王专门管一些事务。啊，人死了之后造作罪业，都要通过阎罗王的惩罚。啊，这是因果报应。那我们读到这些地方，自然就想到朱金洲老居士给我们讲的故事，那就是他的老药丈章太炎先生，他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活的时候做的。那一个月他很辛苦，白天在人间上班，晚上要到东岳大帝那里去办事，啊，日夜都繁忙。啊，好在期限只有一个月，啊，这一个月他确实对阴曹地府的事情搞得很清楚，啊，
亲眼所看，亲耳所闻，肯定了，通通是自己业力变现。不是哪一个人创造的，不是哪一个人建造的，啊，是你自心里面有这些不善的业，自自然然变现出来的。啊，阎罗王有，是你的不善念头所感，他就来了。你就看到他的宫殿，你就看到他的刑法。啊，所以这个王名号很好，平等王。啊，他绝对不会冤枉一个人。啊，他管辖这些地狱，地狱不是他造的，是受报的人业力变现出来的。啊，八寒八日，及其眷属，这就是十六游增地狱。那还有一些小地狱，啊，他决断善恶，啊，一时归宿，在无趣中，设无趣，没有阿修罗，啊，天人，地狱魔鬼出生，阿修罗。在哪一道就归哪一道是，啊，在人道称他是人，在天道称他是天，啊，无趣里面只有地狱道没有阿修罗，鬼道有，畜生道有，啊，天人鬼畜。这四道都有阿修罗。如果单讲六道呢？六道有阿修罗，那个阿修罗专指天道。那他跟天神一样，就是天人慈悲，他傲慢，嫉妒障碍。这他干的事情，啊，好胜，好斗，下面念老举三起经，经文上有这么一段话：降伏阎魔王。随业而受报，甚因生善道，我业多念，念的是地狱。那这就是人命中之后到哪里去了？到阎罗王那去了。啊，为什么你会去？你的业报通常有小鬼，人要是造作不善业，有小鬼来抓这个人，把这个人带去见阎罗王。那如果造的是大恶，小鬼还不敢去抓他。再有无常大鬼啊，无常出现都是一对的，没有单个的，黑白无常，
啊，受报啊！阎罗王来判断了。啊，圣婴，你这里有个人在世，断恶修善，心行殊胜。啊，阎罗王把你送到善道、人道、天道。如果你造的是恶业，那就把你送到地狱。啊，又以双亡，阎摩罗王，啊，也翻译为双亡，为什么？兄姐妹，啊，兄妹都是地狱王，兄指男士，妹离女士，所以叫双亡。啊，男众死了以后见阎罗王是男的，女众死了以后见阎罗王是女的。阎摩罗界就是阎摩罗王他所管的世界。那居舍论里的说，阎摩王国于此占卜周下过500余善道，原来就是有心由阎摩王国纵广量耀耳，从此辗转散居于处。啊，这是居舍论里的所说的，在我们地球地下面啊，500余行，那个地方是阎罗王所管辖的区地区。啊，纵广量一耳，那个量就是500余行。啊，阎摩罗王管的地方不小。啊，那么从此辗转的散去于处，啊，地狱。有在地下的，有在海边的，有在山林的，有还有在空中的。啊，罪越来越轻。啊，可是我们要记住，时间很长很长。又《长阿含经》里面，地狱品，那这里头是阎浮提难，这是我们地球，阎浮提是我们地球，大金刚山内有阎摩罗宫，王所至处纵广6000余行。那有阎摩罗王的宫殿，啊，他在那个地方管辖一切众生善恶的上法，那么三恶道又名三卧趣，又名三途，这都是佛经上常常看到的。
为一切众生造我所生之处，故名我道。地狱、恶鬼、畜生三道，名三恶道。《法华经·方便品》曰：“以诸欲因缘堕，坠堕三恶道，盖为众生如内有贪求欲落之念，这是因；外面的攀缘欲尽，这是缘。以此因缘起念造恶，终堕恶道。”《法华经》里讲得很清楚。那随三恶道，是以一切欲望因缘而变现出这三道，这三道都不是真的。整个六道，甚至于十法界，都不是真的。海贤老和尚说得好：“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成佛，这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六道轮回是假的，十法界是假的，迷了，像做梦一样。”梦中，他没醒过来，醒不过来，痴迷了，把梦境当作真实，大错特错，在里面造无量业，不管你造善业恶业，统统出不来。怎样才能出来？不造业就出来了。有方法不造业？有。佛菩萨教给我们，而且做给我们看了。断恶修善，不把它放在心上，就不造业。放在心上就造业了。佛法就这么简单，是大道至简啊，不复杂不难啊。只要你能够日常生活当中，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这一生决定往生成佛。海贤老和尚告诉我，这真的，这个不假了。身体在这个世界还没离开吗？那就要懂得随缘，不攀缘。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永远随身众生。我们表演给他看，随身众生里面断恶修善，断恶
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那是三善道啊。啊，行善也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也是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不放在心上，你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这就对了。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清楚。清楚之后，我们在这一世、一生、这一世，就终结了。下一世不再搞轮回了，不再搞十法界了，永远超越。这是正道，这是正法。达不到这个目的，那都是邪道，不是正法。那所以，你有因，你有缘，起念造我，终度我道。本章的第一章，第一章里头有两愿：故无我道愿，其不堕我趣愿。把这两愿摆在最前面啊。其下地狱渊源无有地狱，莫归畜生，云非软动之类，这畜生道啊，禽兽跟这些小畜生，那过中无有三恶道源。此正表弥陀大悲心切，故首两愿唯愿众生无苦。三恶道乃苦中之极，这真苦，这一点都不假。佛菩萨慈悲，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三恶道是究竟苦。如何能够脱离三恶道？三恶道就是六道轮回。那我们要永远离开它。密教里的说，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那这离苦。诸佛如来用的是什么心？用的是大悲心，用的是菩提心。啊，大悲是怜悯众生，看到众生这么苦，不忍心呐，一定要帮助这些最苦众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菩提是觉悟，觉而不迷叫菩提。啊，所以菩萨有大悲心，菩萨有觉悟的心，
能自度，能度众生。啊，随方便为究竟。啊，随缘就是方便。啊，方是方法，便是便宜，也就是最恰当的方法，最殊胜的方法，最巧妙的方法，这都叫方便。那么究竟方便，无过于持名念佛。那师尊教导我们的幸运之名，求生净土，这是究竟方便呐、啊，不是一般的方便呐、啊。又《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曰。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故愿各种永无我取。这实在是太难得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难得人生遇到佛法啊，最难得的遇到究竟方便的佛法，这一部经，这一部注解都出现在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上面的人没见过。我们遇到了，我们首先遇到啊，这个福报多大，一定要珍惜。啊，一定要抓住。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成就，不辜负自己，不辜负父母，不辜负祖宗，不辜负佛陀，不辜负历代祖师大德。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成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